并合作社附设的幼稚园，基本举行了他们一年一度的运动会。800多位小朋友都参加了表演和比赛的项目。每位小朋友不但以表演比赛展现他们平常运动的成绩，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，而且节目内容像消除脏乱、好宝宝、交通安全、先机运动等，使小朋友从表演中了解消除脏乱、保持整洁的重要，也培养小朋友遵守交通规则及热爱国家领袖的精神，